伴放在我的衣服上面。嗯，对，就是想要陪伴我父亲一起度过这个课题。谢谢。那你有什么想要给 Who Cares for Life Sucks 说一句话？就是在这样子的，就是症状之下，你感觉到的快乐的感觉，痛快的地方是什么？痛快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痛苦的事情就是一定都会结束，但是透过陪伴他的治疗，然后可以理解他的课题。嗯，宋伟的 IG 是SONG_WEI_1996，请各位要好好关注宋伟的作品哦，我们都很欣赏。